呦，汤圆你个臭猫，团团你个臭猫，你把肉都从碗里叼出来，哎呦，都把地上都搞脏了。一人叼一大块肉在这吃。汤圆在这吃。这么大一块。嗯，不要听外面放炮，汤圆你吃你的。这个呢，肉是我自己给他做的，里面肉是放了鸡胸肉，放了青口贝，放了鸡心，鸡肝，鸭心，还放了一点点那个纯瘦的猪肉，剁碎了放在里面了，然后还放了海里面的那个鱼应该叫什么鱼，我想不起来啊，鳕鱼，剁碎的鳕鱼，然后呢搞成一块一块的，像包饺子肉馅儿一样，哎，搞好一块一块放在冰箱里面冻起来，每次吃的时候给它蒸一块。吃完了，汤圆那大块吃完了，看看它。他叼着这一块也吃完了，汤还没喝完。汤圆，你吃完了？脖子上的围脖都搞脏了，这舌头还舔干净了。底下的毛都搞脏了，吃完了。自己在家做的猫饭，营养啊或者什么，肯定比在外面买的这个猫粮要好得多啊，营养能保障，而且里面肯定都是天然的，没有什么添加的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，都是实打实的肉。团团的肥硕的身体，团团，你臭团团，自己在那边舔脖子底下的毛呢。吃完了自己洗洗脸，脖子底下的围脖毛都搞的。